山西绛县李策峪一带六人失踪，当地正在搜救。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了解到，山西省绛县李策峪一带发生人员失踪事件，报告称六名人员失踪多日，今天早晨开始，当地已经展开搜救工作。据了解，李策峪位于中条山区，是宿水河源头，山高沟深，境内有铜、金、银等矿产资源，曾发生过私挖乱采矿产资源现象，经过治理整顿后趋于有序。